叔叔伯伯，各位长官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哇，听到你们掌声好开心哦。我是玉子，我是华干干哥，我是新闻龙卷风里面那个 I got you 的干哥。伯伯，你认识他哦？你们都有在看他的那个政论节目哈，因为我知道北北们哈对于我们国家的时事都非常的关心，对，所以对你不陌生，对。但是我也要，哎，人讲输人唔输阵哈，我也要问一下，北北有没有看过我演的电视？我都演那个很摇高逼嘞，不好意思讲，哦。三立电视台，在我们早期的玫瑰同林演，玫瑰同林演，对，戏说台湾，蓝色蜘蛛网，对，唯一就是没有上过政论节目了。对，我们不一样的路线，不一样的路线。各位，你们对国家的劳苦功高，这些我们都点滴在心头。真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让大家啊。各位在场的这些我们前辈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说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要为自己鼓掌，我们一起高喊，我们不怕老，因为我们拥有过。好，来，我们一起来喊，来，我们不怕老，预备起，我们不怕老，因为我们拥有过。好，再来一遍，谢谢。我们不怕老，因为我们拥有过。好，谢谢。我们台湾能够今天这么的哈，感谢感谢，对对对对，都是我们叔叔伯伯的哈的贡献，都是我们的长辈，对，都是我们的长辈。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带来比较轻松的节目表演，是哦，来大家一起哈共同同欢乐这样子。好，好 ，OK。那么第一个节目，这个第一个节目啊，第一个节目就厉害了，对不对？我们来欢迎这一位非常驰名东南亚，她是国内公认的才女，她是谁呢？她就是我们的大歌手彭丽。来，欢迎彭丽，大家给我们热情的掌声，谢谢，大家好，来唱一段老歌主曲献给大家，谢谢。生凄惨，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白霞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更爱那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这夜白霞，闻着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小妹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喝完这杯再说吧，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夜来香。
想我为你思量，啊啊啊，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思量，夜来香，夜来香。最后一句我们一起好不好？夜来香。来，我们先邀请我们的新北市新著名爱心舞蹈协会理事长赖燕平赖理事长来颁发。请赖理事长，请赖理事长上台为我们颁发啊感谢状。好，谢谢。哇，我们谢谢所有的新著名舞蹈协会的团员都上台。好，谢谢新北市新著名爱心艺术舞蹈协会。来颁发感谢状给我们的彭丽小姐。来，有一些到这边来好不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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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站中间。哇，好漂亮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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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看他们的传统服装。哇，摄影师帮我们合影一下哈。对，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赖理事长，谢谢所有的团员。对 ，OK，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彭丽好听的歌曲啦哈。这是我第一首歌，叫做《感谢你的爱》。哎呦，这首歌真的是。感谢你的爱。我下来好了，这样跟大家的距离比较近。来，前面的帮我们牵一下我们美女。准备好，你好，好，你好，加油，身体要健康，要开心，要快乐，贝贝。总是在阮身边，因为知影你的好，阮希望陪你走人生的路。感谢你的爱，千言万语藏在心内，无论是好也是好，阮总是跟着你的脚步，一生的爱路。予你，只要你过着好日子，因为你予阮勇气，加添人生的意义。一生的爱拢予你，只要你疼惜阮的心，你是阮永远的春天。谢谢。大家好，北北好，你们好啊，谢谢，你们要开心哦，要快乐，谢谢。感谢你的爱，你总是在阮身边，因为知影你的好。阮希望陪你走人生的路，感谢你的爱，千言万语藏在心内，无论是好也是好，阮总是跟着你的脚步，一生的爱拢予你，只要你过着好日子。加添人生的意义，一生的爱拢予你，只要你疼惜阮的心，你是阮永远的春天。谢谢，贝贝，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生的爱拢予你，只要你过着好。因为你予阮勇气，加添人生的意义，一生的爱拢予你，只要你疼惜阮的心，你是阮永远的春天。
谢谢。欢迎我们的中立正义社，我们的所有的社员哈、哦，来陈英雄社长代表啊、哦，还有我们的皇家狮子会、慈文狮子会、如意狮子会啊、所有的团员、所有的会员，麻烦您上台来，要邀请我们荣民之家的副主任杨宇荣主任来帮我们颁发感谢状，顺便大家一起合影，还有我们所有的表演人员也请你们一起上台来。好，来，麻烦欢迎啊。中立的正义社啊，还有桃园市皇家狮子会，还有新北市新住民爱心艺术舞蹈协会等等啊赞助团体啊，非常感谢能够在百忙之中啊，在台风天都来帮我们进行这个非常有意义的爱心表演活动。我们要感谢他们的热心赞助，我们要感谢他们的风雨无阻。对，我们也希望各位叔叔伯伯们知道说，其实社会上有很多关怀你们的声音跟关怀你们的行动，现在是付诸实际的作为来感谢大家。有这么多有爱心的表演团体以及他们为艺术奉献的一颗心啊，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也感谢各位功在国家的叔叔伯伯们今天能够热心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我们桃园荣民之家的副主任杨宇荣杨副主任啊。好的，都拍到了啊、哦、都拍好了哈、啊、非常感谢各位伯伯大家好。好，今天啊虽然是台风天，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中华民国正义社、新北市新住民爱心艺术舞蹈团，以及我们桃园市皇家狮子会，以及啊相关的团体，不畏风雨，上午啊就来彩排布置，请我们各位伯伯举起我们的双手，热烈的鼓掌，欢迎他们！谢谢。谢谢各位伯伯们，谢谢，谢谢，谢谢杨副主任，谢谢。来，杨副主任来，请帮我们颁发感谢状。好，我们现在来颁发感谢状。我们先颁发我们的中立正义社，来，中立正义社。来，请我们的陈英雄社长啊。正义社在各种社会的服务啊，以及公益活动上面啊，他们都尽心尽力啊，只有付出，不问成果，不问啊酬报酬的。所以说，大家要知道，正义社他们真的是在为这个社会热心奉献与付出啊，不求任何的回报啊。我们荣家非常的感谢他。今天也能够来啊赞助这一次的活动。好，来谢谢我们中立正义社陈英雄社长。接下来颁发是我们的桃园市皇家狮子会，因为今天会长没有来，我们另外请我们吕玉会长来代表。谢谢我们皇家狮子会以及我们的慈文哈狮子会，还有我们的如意狮子会，你们的热情赞助，出钱又出力，辛苦了。等一下，那个玉子，这个我们皇家狮子会恐怕要再帮我们宣导一下。对呀，你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差一点忘了。任务，来，我这支麦克风给你。好，谢谢。各位伯伯，下午好。好，谢谢我们皇家狮子会今天啊，我们特地来做一个宣导，就是防范，就是我们的糖尿病宣导。但是我们今天因为糖尿病是非常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宋组长阿美小姐，她来跟我们北北共同来分享糖尿病这个怎么样来防范。我们用最掌声的鼓励我们宋组长。副主任，还有各位朋友、各位贵宾，
那个我是保健组组长啊，菲菲午安。谢谢那个狮子会会长给我这个机会哈。那糖尿病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身上有一个胰脏器官是做什么？它最主要是分泌胰岛素，那它最主要是控制我们的血糖。那假如说当医生诊断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哦，可是我们的那个肾脏那个胰脏功能每年会减少50% 的功能哦，所以要不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因为糖尿病到最后会造成什么？重要器官衰竭啊，会造成眼睛看不到，有可能会洗肾，还有心脏血管的疾病。所以我们长辈一定要注意哦，糖尿病多吃多喝多尿哈，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平常饮食跟运动要多为注意。以上是保健组报告，谢谢。我们的新北市，我们的新著名舞蹈协会的，我们的赖彦平赖理事长来。对，这是我们的主办单位，差点给忘记了，他们才是真正出钱出力，花费了非常多心血的赖理事长，我们非常感谢他啊。现在由我们杨副主任颁发感谢状给我们赖理事长赖彦平理事长。好。好，谢谢，请各位掌声鼓励，谢谢，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谢谢所有的赞助单位，也谢谢我们的表演的所有的艺人 okay, 谢谢你们大家共襄盛举啊！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我们是新北市新著名爱心艺术舞蹈协会，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带着一份感恩的心和大家见面同乐，这次的活动能够顺利，首先要感谢桃园龙家的协助，还有我们所有参与的艺人，还有我们的东方献舞起舞飞扬舞蹈团，也要感谢中立正义社陈英雄陈社长以及所有的社友，还有桃园狮子会皇家狮子会林慧龙会长以及所有狮友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在这里爱分享，分享爱，一起做公益爱心，让爱传遍人间。谢谢，谢谢，谢谢赖理事长。哎，由我们李习荣师姐来代表。好，武林狮子会，这都是我们今天的赞助单位哈。接下来是我们的艺人哦，来，首先邀请我们的林紫薇接受我们哇主办单位。紫薇大美女，哇，要叫个咪咧。好，谢谢紫薇。我们紫薇也非常的有爱心，都常常参与哈这些公益的活动。来，林薇，好，我们的名女主角，很可爱、很漂亮的女主角。好可爱啊，掌声鼓励。好，接下来呢，颁发这一位最资深的哈，就是本人我玉子，林玉子小姐啊，林玉子才是真正最有爱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她走遍这个台湾，从南到北。谢谢干哥，接下来应该是干哥了，是不是？是不是？来，接下来是、哦、不好意思。这位美女哦，张怀萱小姐，怀萱，哇，好漂亮。好，谢谢怀萱，也谢谢我们的理事长。现在接下来是 OK， 好，来继续来同心狮子会，麻烦代表请上台。又是我们李习荣来代表了，你好红哦，你干脆站在台上了。来，掌声鼓励。来，慈文狮子会代表。如意狮子会的代表。谢谢。来，接下来要谢谢这我们这个是私立的公司哈，这个习荣立成冷气空调啊，习荣你真的应该就站在台上不要下去了，来，
我们李小姐呢，不仅是事业有成哈，也非常有爱心哈，常常也是出钱又出力哦。新著名爱心艺术舞蹈协会所带来的韩国现代舞，哇，这个正点，楚妹妹一定要好好的收看呐、啊！由我们的张凡思小朋友带来的韩国现代舞，现代舞，韩国现代舞，掌声，掌声鼓励，对。韩国现代舞啊、哦，大家要晓得哈，现在在这个舞台上的这张凡思小朋友哈，大家猜他才几岁？才几岁？北北，你看他几岁？他才几岁？大家以为他是少女，对不对？他才13岁，但是他已经跳了8年了。哇，就晓得说，原来他有这么丰富的舞台经验跟跳舞的资历。来说一下，为什么你那么爱跳舞呢？就很享受舞台。那将来要不要当舞蹈家？未来的志向是什么？想要当老师？我跟你讲，凡思，你再不讲的话，我就不会帮你介绍给吴宗宪哥哥。我跟你讲、啊、
你能不能进演艺圈，就要听干哥跟玉子姐姐的一句话了，对不对？所以你，所以你要趁这个机会让大家多认识你一些，对不对？来，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了。大家好，我是张宏思。我喜欢跳舞。接下来介绍贵宾了，我们补充介绍贵宾啊。来，我们欢迎我们桃园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的副总干事廖敏荣，我们的廖先生。廖副总干事，哎，欢迎欢迎，来为我们勉励鼓励。谢谢两位最佳的主持人，那么谢谢我们来自新北市。我们爱心艺术舞蹈协会的我们的赖理事长所带领的团队，那也谢谢我们300基督区我们狮子会桃园第三专区分区的几个狮子会的我们会长所有的师兄师姐们以及我们在座所有的荣民伯伯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是桃园市政府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我是副总干事，我叫廖敏荣。那么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我们桃园市政府来感谢我们这个新北市的我们的爱心的这个舞蹈协会能够办理这样有意义的活动，来带给我们这个荣民伯伯们欢乐也要谢谢我们狮子会的我们的对社会公益都非常用心的我们师兄师姐们他们的爱心是不是借由各位掌声再次谢谢他们哈，谢谢你们，谢谢。那么我们都知道，那政府的力量有限，那民间的资源无穷。那谢谢我们这些这么爱心的公益团体，能够协助我们政府来推动，不管是在社会公益，还有很多的教育方面，都给我们很多的支持。是。那么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合作的机会。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带给荣民伯伯们更多这样的福利。那祝我们在座所有的伯伯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再次谢谢我们主持人你们的努力，谢谢，感谢大家，祝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再次代表桃园市政府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副总干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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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这位也是非常知名的玉女红星，她也是我们晚间8点档乡土剧里面的单纲女主角哦，张怀萱。来，给木工，掌声鼓励。来，爸爸，把手借给我，把手借我，这回怕婆啊，好不好？一起拍手。是过这呢简单的问题，你就是安尼，像放风吹，亲像只只自由飞。哦，青春短短，不免歹势，脚步有劲搁骨体。哦，骨浅短短，莫想遐多，随着音乐玲珑碎。Everybody， 哥哥看妹妹。Everybody， 心情好甲想做伙，陪我来练武功，我
前面这位小姐非常的漂亮，不管她唱什么都一定好听就对了啦。对啦，因为我刚刚看他们在都很热情在鼓掌。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说，是你今天看啊，她怀萱身材这么好，她今天实在请太嘴了，对不对啊，各位叔叔伯，她穿太多了。她如果今天能够，这样好了，我有带那个穿比较少的要送给那个我们的伯伯妈妈，她有带小礼物啦。有带小礼物要送给我们，哎呦，有海报是吗？但是我刚刚很犹豫，因为那钱太少，不知道可不可以呢。可以啦，这个我们伯伯们最喜欢了，对，因为这样子会让他印象深刻。我看一下，哇，到底是有穿多少？我看一下，来打开，拜托，哎，这哎哎，蛮引人遐想哦，哎，你看。它是胸部以上的特写，这是我代言的商品。然后这一张，阿公、伯伯们、妈妈们，你们想要吗？当然要啊，对不对？不，来，我跟你讲，你们在那里看不太清楚，对不对？对，等一下，请怀萱第二首歌曲的时候亲自拿到你的手上，让大家欣赏。看一看，值得哦，真的。好，好像看得见，又好像看不太见，但是可以看到事业线。哦，来，好，来，怀萱带来第二首歌曲。第二首歌也是那个小燕子的《哔哔哔》。哦，又是我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怀萱，谢谢怀萱。有需要的请举手，还是有人帮我直接发给大家好吗？这里都可以。好，谢谢我们皇家狮子会的，可能没有办法全部人都有，但已经蛮多张了。要的不要客气哦，数量有限，数量有限。伯伯，这一张很好用哦，很好用。我乱跳楼，干杯公关太牛。午夜太沉，咖啡激动更够。泪比过比，还叫 O E O E Let's go。啊，没有没有，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些有些没有。有才老车迷带走真身后。泪比过比，还叫 O E O E Let's go。准备好，你好。比比比比比，青春已被赶走。比比比比比。要跳更高，我干杯动力大一楼，一起摆一楼，就最希望不再感动鸡鸭鸭，请扭中的干杯给过本国，这是你最后哔哔哔哔哔，有泪最后。哦，你好，你好，伯伯好，你好，爷爷好，爷爷好，爷爷，你们有看幸福来了吗？没有看《明视八点档》吗？我是《明视八点档》里面的贝拉。《明视八点档》贝拉幸福来了，就是张怀萱。要健健康康哦，要健健康康。大家为他加油哦！怀萱到大北边门的面前来，亲自为各位致意，谢谢他百忙之中抽空前来。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我们的《明视八点档》，幸福来了。对，幸福来了，要记得《幸福来了》里面的 Bella， Bella 就是张怀萱，就是现在在你面前的哇，可人儿哦。你好。谁的老母心肝很多冷痛，在
在酒店中 ，Everybody 失控。迷底波比海盗 ，Oi Oi Let's go。你好，你好。哔哔哔哔哔，老师扛走动。哔哔哔哔哔，上台里求我，爱你爱我爱个都，前面有我，高唱欢喜妹妹高歌速浪将你感动，你爱我爱的热烈都，怂恿你哦。福气带给大家健康，天天都很愉快，天天都很开心。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怀轩哦，怀轩好亲切哦。他已经哎，他连音乐完了，他还忘记，他人还在。我可以继续，你可以继续，你可以继续。我们对，你可以继续，你可以留在台下。我在台下。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把你那一只交回来。哎呀，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怀轩，你看。谢谢，祝大家天天开心，幸福快乐，要健健康康的耶。来，感谢。别忘记，幸福来了，贝拉。对，幸福来了，贝拉。对。来。北北，你们有拿到那张照片的哦，不要那个，不要丢掉哦。农历七月快到了，这张照片非常好用，可以贴在房门口，可以辟邪。不行不行，会让很多很多人走很多人会来找，对不对哈？做热闹了。说的也是哈。看老好兄弟最喜欢这种的。好了，开玩笑开玩笑了。谢谢我们啊，怀轩哈，这么有爱心，人又长得漂亮哈。谢谢姐，谢谢哥，日子好，谢谢。真的是非常敬业，连歌唱完了。他还在台下，对，他还在 social， 他都忘记说哦，歌唱完了，今晚要安怎？今晚继续 social 啦，继续 social 下去就对了啦。没有吗？谢谢怀轩，谢谢怀轩，谢谢。好，等一下，你那一张还拿着怎么样？你这一张不可以 A 走啦。不是，这个我自己要带回家去看的啦。哎，贝贝，喂，你怎么可以按卡吧？不，我们也要有福利的嘛，对不对？哦，是哈。美女每个人都爱啊，好啦。因为我也是大叔啦，对不对？你大叔哦，你是欧巴啦。欧巴。对对对，欧巴欧巴哈。欧巴。欧巴 ，Kana Style。不，这个你下次再表演好不好？下次再表演。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对。我们后面这位表演者是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对。我们的新北市新著名爱心艺术舞蹈协会，由我们赖彦平赖理事长所带领的千手千眼观音舞蹈表演，千手千眼观音非常精彩，各位掌声鼓励。
谢谢我们新住民爱心舞蹈协会，由我们赖燕平赖理事长所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谢谢。你看看，掌声都不用要，马上你看热情掌声就来了。对啊，真的是。可见真的有引起共鸣了。对啊，嗯。谁要上来拍照？啊，正义社的哈，因为可能是画面真的是太美。我跟你讲，能够站在这里拍照，你看他们的服装仪容啊。
哇，我觉得他们是斥资重金的、啊。来，请要拍照的请快速上台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节目啊。来，郑义社我们的社长。好，欢迎我们陈义雄社长。来，请快速哈，请快速来。嗯。我觉得郑义社你们站后面，然后各位美女们要不要像刚刚那样蹲在前面？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子，这个画面很美。哎，对，这样都不会挡到了，好漂亮哦。好，非常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新著名舞蹈协会所有的团员，谢谢我们。来，紧接着要介绍这一位啊，跟玉子一样，常常都在电视里面演坏女人的，但是她真的本人不会这样哦，她跟你们一样有一颗善良的心哈，所以来欢迎我们这位玫瑰花姐姐，我们的林芷薇。谢谢我的偶像玉子哈，还有我们的干哥，谢谢你。哇，林芷薇！现场所有最敬爱的长辈，大家好！现在这一首《一见你就笑》，祝福大家可以天天充满着幸福的欢笑哦。谢谢哇，林芷薇也是我幻想的对象啊！谢谢。谢谢就像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和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高，我遇见你就像你那贪图气质使人迷倒，和你在一起永远乐逍遥高，究竟为了什么我遇见你就像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和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啊！谢谢哈啊，看到你们欢喜的笑容哈，就觉得很开心哦，就谢谢谢谢。我遇见你就笑，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和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就像你那贪图举止使人迷倒，和你在一起永远乐逍遥高，究竟为了什么我遇见你就像，因为我已爱上了你出乎你的预料高，我遇见你就像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和你在一起哇，想不到我的歌声哈，带来给我们长辈朋友哈，好不好听？好听。谢谢哈，谢谢。究竟为了什么，我遇见你就笑，因为我已爱上了你，出乎你的预料。我遇见你就笑，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和你在一起。逍遥高，我遇见你就逍遥高。谢谢。哇，我一看到大家都想要。我跟你讲，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不要看紫薇这样。紫薇虽然歌声呢，没有歌星唱的那么好，但是哦，她曾经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哦。他有一次也到我们另外一个荣民之家去唱歌，是。然后呢，他到台下去跟那个有一个坐着轮椅的伯伯，他行动不方便。那么紫薇下去跟他握个手而已，他马上就能走路了。
对对对，你们干嘛？你讲要受寒吗？没有，是真的。那个人说，那个北北已经很久没有从轮椅上站起来了。对，他为了要跟我互动，然后整个人站起来，就站起来了。这样是吗？对对对，没有关系。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还有第二首歌。等一下，不是玉子，我跟你讲哦，我们演戏里面哈，今天台下有，哇塞，前面全部都坐轮椅的，我已经找到了，我已经找到了。今天要负责让他们站起来。我跟你讲啊，你说。玉子应该知道哈，我到哪里呢都可以交男朋友。我刚刚一来已经交到一个了。我知道。我跟你讲，年龄不是问题。刚刚坐在那里戴一个黑框眼镜的。对对对。北北，你要到电话了没有？我跟你讲哦，他说你很漂亮。是。我说北北，你应该七十几岁，我还可以接受。他说没有，我九十三了。我说哇。我跟你讲，我看他的体力还不错，北北，所以我先邀请我们朱北北来跟我唱这一首《可爱的玫瑰花》。朱北北，朱北北，告诉你，朱北北，我、欸、因为我跟紫薇是好朋友，对，哇，我很了解他，你就是他的菜啦。对，没错，完全正确。哇，朱北北，我问他怎么样可以长命百岁，朱北北，请来，请上台。要运动，朱北北，请上台。你说朱北北九十几岁？九十三岁，他说九十三岁。要健康就是要运动，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你看，朱北北，谢谢谢谢，很健朗，很硬朗。朱北北，你心机很重哦，你为什么只有你挑在那个位置上面，然后就在紫薇的隔壁，大家都坐在这里，没有，你眼光不错，北北，我不相信你九十几岁，因为你的眼睛，你的眼力非常好，很会欣赏像紫薇。我跟你讲哦，我跟北北有一个共同处。哎，哪里？北北九十三岁。对。我的胸围也是九十三公分。啊。啊，那你们两个。三十八寸，所以九十三公分。你们两个非常的契合。你们两个是不是很有默契呢？很合，很合。好了。我们男生都还没开黄腔，你们就自己先讲了，对不对？好，那我跟北北带来这一首哦，《可爱的玫瑰花》。北北可以吗？可以哈。OK， 老朋友们，来掌声鼓励。可爱的玫瑰花。哎，等一下，朱北北要讲话。过去我们的老国星呢，叫紫薇的，有没有？啊，紫薇，对。哦，老歌星啊，知道我的名字哎。有是吧？没有这位小姐了，就是紫薇小姐的附身。哦，那请问一下，北北，紫薇还在吗？谢谢，你是我心目中的那个什么刘德华，你是我心目中没有，北北，北北，没有，我不能叫北北，哥哥，你是我心目中的男神。他是我爸，北北，我跟你讲，朱大哥，我跟你讲哦，你如果跟我交往的话，我是他的妹妹，他要叫你妹夫哦，你们更年轻啊。那个，哎，不要乱开玩笑，朱哥哥，如果你跟我交往的话，他就要叫你姐夫了。你喜欢当妹夫还是姐夫？哎，我们两个都演坏女人哦，就不那个北北已经哈亲近很久了，在荣民之家大家。都很好，那我不是想了七人之福吗？哦，对对对，是想七人之福。哎，七人之福啊！哎呦，我刚没有听清楚，因为那个乡音你知道吗？我现在才会议过来，北北很开心哦，想七人之福啦。我说可爱的玫瑰花，你会不会唱？因为我两个人要信，他竟然说我会啊，没关系，就算北北不会，他也会跳舞，对不对？不会跳舞，我这九十三岁啊哈。还能够有两个美人呢、啊，站在了两个美人之间，也是说这么最大的荣幸。是哈、哦，朱哥哥，朱哥哥，我们两个为你争风吃醋，我们两个为你要吵架打架啦。我们太有缘了，我们两个年纪加起来也是九十三呐。真的吗？你干嘛？太有缘了，真的。我们两个加起来等于你的年纪哎。真的、啊。对呀、啊。真的，好，北北，那我们这一首歌哈，请玉子跟我们跟你一起唱。你们两个一起唱，刚好是九十三。对。刚才我想到这个，不是享受七人之福吗？对，七人之福。哎呦，对。哎，北北的心跳好快哦。哎，真的，我没有骗你。好，我们两个陪你一起健康。我们两个玫瑰童你演的女主角陪你唱这首《可爱的玫瑰花》。好，北北，我们开始唱歌好不好？好，谢谢，来，玉子跟紫薇来陪朱北北唱这首可爱的玫瑰花。掌声鼓励。干哥，你在旁边伴舞。我在旁边欣赏啊。谢谢，旁边伴舞哦。
的玫瑰花，我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我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的爱上它。我也像那大飞的七只手真精，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哎呀，大声一点，你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的爱上他。真的，你要摇一下，你要摇一下。要像他这么健康，就是要运动。哎，你看看。哎，我知道，北北一定很会走。行军。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啊，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甜甜蜜蜂滋养的春风中，我愿像那高飞的七只手眼睛，我愿看我们两个 O 给你听哦，来一起 O， 撒娇一点啊。我愿大家都爱，看你哦，要哦很大声哦，可爱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哇，好可爱，怎么办？现在你要哪一个？两个，他说两半，两半。他说他分两 半，一人带走左边一半，右边一半。好，谢谢，谢谢。我怎么讲啊？我想说千人之福嘛。哦，这样子哦。哦，你胃口很好呢。一次要两个呢。好，谢谢你，好开心哦。太开心了哈。哦，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对呀。谢谢我们朱北北。谢谢朱北北。我跟朱北北回我们的情人座。OK， 好。朱北北，谢谢朱北北，你先下去等紫薇。对。等一下你们就一起回家。哎、欸，其实呢，我以前就住在介寿路跟新丰路口啊、哦。对哈、哦。那里叫做根寮角。那以前呢，我常常经过这里，北北都叫我丫头，所以我到国小六年级，以为我的名字叫丫头。人家问我你姓什么，我说我姓丫，然后叫什么叫头，叫丫头。真好，永远长不大的丫头。谢谢两位最佳主持人哦，谢谢。谢谢下次我跟你讲，谢谢。刚刚你们拿到海报是有穿小可爱哈。来，等一下，这边送的是全部都没有穿的，没有啦，那个用打火机烧才看得见哦，哈。现在要插播一下，是你来。刚刚你记得怀轩吗？哦，对，怀轩来上来唱 Bella， 刚刚听说刚刚有收到一封信是吗？非常令人感动，一个伯伯对写了一封信给他，然后怀轩读了以后。非常感动，感谢他的支持。可是他不知道是哪一位伯伯写的。伯伯，你可以举一下手吗？让我们知道你。来，伯伯，哪一位写信？哪一位写信给了我们的怀轩？怀轩非常感动。想要谢谢你。他想要本人亲自来谢谢你。对，他想要亲自谢谢你，所以可以举一下手吗，伯伯？是哪一位伯伯？好，可以告诉我们吗？还是他不好意思？不要害羞哦。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怀轩要亲自来跟他说一声感谢哈。对，内容要念出来。
哎呦，他说他写的特别好。哎呦，一定要让大家来欣赏一下哈。天哪！所以要读出来吗？这么长。北北，刚刚来不及认清楚你穿的衣服跟容貌，你写的这60首歌，就把69首的歌名拼成一封情书，写的特别的棒。你在哪里呀、啊？我想跟你合照。对。对呀、啊，北北在哪里？你在哪里？哇，这个字非常的工整，端庄而漂亮，写的特棒。对，我最爱的阿兰娜，不好意思吗？不好意思啦，一封情书，没关系，这样子，嗯，因为难得的机会哈。那不然这样好了，我请哥，你可以帮我在台上拍一张，然后所有的北北全拍进去，可以跟所有的北北一起合照啦哈。这样。我拿了这封情书，然后呢，我请我们英俊的主持人帮我拍照，台下的所有的人都帮我举手耶，好不好？好，我们回去跟所有的北北一起大合照啊、哦！来，你帮他拍。要不要站远一点，才可以拍到全部的？还是我蹲？北北把手举起来，大家一起举手耶！再来一张，数一下，一、二、三，哇，这照片好有意义哦！谢谢，真的，希望害羞的北北可以来找我。好，如果说不太好意思的话，这位北北没有关系。如果你想要再认识一下怀轩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络，没有关系，下次我们一定会再请他来为各位叔叔伯伯服务的。好，节目紧接着。哎，这支没电了吗？没电了吗？这支 OK， 好。好，好来 ，OK， 好，谢谢。紧接着要介绍这一位哈、哎，是我们今天来所有表演的艺人，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位。最年轻的，最可爱的。对，最可爱、最漂亮的哈，我们的林威，戏说台湾女主角。戏说台湾的女主角林威，掌声欢迎！你看到她哈，呼呼，你看活力十足哈。各位大哥哥、大姐姐，下午好，台风好，天天好，挂着你真欢喜。大刚拢是好日子，这样子好不好？好，大刚拢是好日子。因为先带来什么歌曲嘞？我的一粒，我的一颗肾，你的一颗肾，我的心跟肝都要献给他们了，全身都要献给他们了。下一首，我下一首是手语歌哦，会比的要跟我一起比，我们十指连心，把我们的手动起来，手借给我，音乐放下去，谢谢。谢谢，来欢迎林威，欢迎林威，呜呼，会唱的一起来，手借给我，我的一颗心献给一个人，只有他能接受我的爱与情，我的心上人是个多情人，只有他的
谢谢林威，谢谢林威。年轻就是本钱、啊，真的是本钱。年轻就是有活力啊，人但是我们台下的北北也不输给我们台上的啊，真的都很厉害、哦，每个也是都精神哦，真的抖擞哈、哦。我刚才看到、那个、他们那个眼神哈、哦，看到林威哈、哦、就觉得哇。整个眼睛都亮了，有没有看到你们以前女朋友的感觉？对，有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这个少男的情怀都出来了，真的真的，不要不好意思哦。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人生四十才开始嘛，对对不对？那北北现在也才刚刚五十九十几岁的，九十几岁的猪北北。对，我跟你讲，其实人生真的八十才开始，是啊，我们都是小孩子，是、哦、我们三个目前只是颗受精卵而已。哇塞，好开心哦！对，高兴，好久没有这么年轻过哎，是哦，哎、哦欸，林威。不错，嗯，怎么？以前都常常演我的女儿啦，哦、阿布，阿姆赫啊，大家有看过吗？阿布啊，今天叫姐姐就可以了，姐姐，下面的全部这位要叫哥哥吗？对，没错，没错，没错。干哥您好，哎呦，你这个字，干哥的名字，我讲到哈、哦、干哥哈、哦，我们都脸都红了，对啊，好，对这个名字有点。干哥哥，您好，不是他这样叫我，你知道我心里是一阵暖流啊，但是不会注意。赶快跳起来啊！规矩哦，六规矩哦。叫了一下，我的脚都软了，心都酥麻起来了。对，我下一首本来要带来一首台语歌曲，可是我觉得呢，你们都坐在那边都不动是不行的，所以我决定带来一首世界名曲。我们有没有那个麦克风架？没有哈。好，没关系，没关系，你要用笔的。我带来一首世界名曲。跟各位的年纪差不多而已，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我比手语的时候，你们要跟我学哦。好、哦，那我下一次来，我要验收哦。如果大家都不会，那我以后就不要来了，不要来了，不要来了。不会啦，如果他们不会比的话，他们会跟着唱。会跟着唱吗？会跟着唱，对，会哈、哦，会唱的唱，会比的比，会跳的跳，又会唱又会比的，就又唱又比又跳。对对对对对，好，来音乐请下，来，这个都没有，临时给老师出问题，出没关系。来，月亮代表我的心，你拿，会唱的我们一起来，来，双手借给我，来啊、哦，有没有需要麦克风的？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的情也真，我的爱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来，亲亲亲亲第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深。叫我思念到如今。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想不想我？不错，想啊！大家来，你问、哦，此时此刻都一条心哦，来哦！北北有没有人要唱的？来，一起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的心也真，我的爱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来，左右晃。你问我爱你有。
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想想想，看看一看月亮。就在动，脑袋就在动，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幸福美满，天天快乐。谢谢林威，谢谢林威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对，我相信各位叔叔伯伯看到林威的表演，哎，也年轻了好多岁啊，对不对？是啊，是啊，而且通常这个时间，我知道这个时间是。我们的伯伯们午睡的时间，大家现在还精神这么好，坐在这里，可见难得啊。对呀、啊嗯，可见大家身体健康，一方面也是我们的节目很精彩，没错。所以紧接着要下一个节目来，你介绍啊，下个节目，下个节目更精彩、啊，为什么？因为大家会目不暇及。对，欢迎我们六人组的舞蹈，来，我们的东方炫舞，东方炫舞。到底要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大家拭目以待，马上欢迎他们来，欢迎欢迎东方炫舞。
掌声鼓励，谢谢我们东方炫舞舞蹈团带来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原住民舞蹈哦，谢谢。紧接着由我们新住民爱心艺术舞蹈协会理事长赖理事长亲自为我们献唱一万年，谢谢，哇，爱你一万年。一起拍手好吗，贝贝？寒风吹起细密密，风衣解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行到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以追忆，我的花蕊生怕枯萎，我愿为你祝福。我爱你，我心里属于你，今生今世不移，在我心中邀请所有的我们的表演人员上台，一起来个大合唱。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叔叔伯伯们，哎，在午休时间还这么认真的观赏我们的节目。现在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表演团体、所有的赞助单位，请上台，一起上台来大合唱。对，现在大家一起上台，然后要让大家看到，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些表演团体他们的用心。以及他们的付出，然后我们现在要大合唱，问题是这下要唱哪一首啊？期待再相会哦，期待下一次的约会哦，北北好不好？会唱的我们一起来，期待下一次我们再来约会了哈，来期待再相会，一起来，一起来。
向你们致敬，我们一定要告诉你们，我们要荣耀再现，荣耀再现，再会，难分难离在心扉，那在世间有经过，不敢讲出一句话，虽然暂时袂分开，总是有缘来作伙，只有真情藏心主办单位，我们的新北市爱心艺术舞蹈团，还有所有的赞助单位，也谢谢我们所有叔叔伯伯你们的热情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期待再相会来告一个段落了，再会you、yeah.